正在前往回收恐龙。接获恐龙回收申请。正在接收恐龙。确认前往喂食处，要求收到。正在运输恐龙，正在前往喂食处。哇，好壮观啊！开始运输恐龙。草草，草草。你在这份合同的表现令人赞赏，上层都有看到。嗯。对。好样哦，嗯，是啥？飞龙。对啊，我有生过。那我要生别的。刚残暴包，我知道这种恐龙，这是一种叫做重庆龙的直齿恐龙。猜猜这种恐龙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可别说科学家没有幽默感。我懒得去了，取名会有感情，你懂吗？他们死掉会很难过哎。哎，我还没有这个、哦。好霸气哦！那我要开始解这个任务了。喂，我解完了。好，很紧。刚刚来了个新的合同，我觉得可行，条件是要你来做。已确认恐龙送达。斗龙王龙。哎呦！如果有人说有东西比来自远古世代活生生的杀戮机器更值钱，那我还真的想不出会是什么。够了吗？太少，有太多了。好了，龙王龙，王龙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养重庆还是华阳？华阳养过吗？是重庆没养吗？恐龙，要好远哦，一过来都要跑一大段路。哦，华阳啦。哦，有诶、欸、有诶、欸，一堆蚂蚁走过去了。啊，虎炮有了，对嘞。
夜视镜没人要买。有个理论是这样说的，只要时间足够，任何事情，应该说所有事情都会发生。比如说你的进步，我不是要磨灭你的成就，完全没有，我只是想找个解释。便当盒太贵吗？警告，正发生蓄意破坏事件。哇塞，我怎么用？设置追加工作。赔钱，不用啦。请注意，本景点暂不开放，很抱歉造成您的不便。造成您的不便。好了，好，启用，启用。蓄意破坏事件已解决。步步很像，像极了哦！天哪，他气死！你买的东西直接被他咬坏了。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多一些资源，而现在获取资源的机会来了。来，我们来卖掉这个了。斗龙，工作收到。和你合作总是很愉快。我有这一只吗？仪龙，干母，感觉仪龙是肉食性的。我没有啊。他是不是少打一个字啊？这个吗？放养一只免疫改造的棘龙，有几种龙种了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。安安，喂，免疫是吧？来读读看是不是啦？免疫啊，看一次。免疫反应，感觉我就是没有这只啊。免疫反应，恢复防御，没有啊。反应，就这一只。所以不是这个咯，他耍我吗？还是说等一下哦，我们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来这边，
我们先过来，然后可能就是可以解锁新的地图，我们继续探看有没有，我有没有很聪明？我们先过去再回来就解锁了。是我过去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我告诉你，这附近有另一座岛，新的主题乐园就重建在旧乐园的废墟。不缺钱了吗？照哈蒙德，目前不缺了。这是他们花钱不手软打造出来的生物保育中心。哦，这个建筑就是我刚想盖的呢！我的天哪！听过没被列为机密的部分？哇，负债！在你之前也有人曾担任这座岛的管理人，可惜下场有点不妙。但这次你有机会把前人的失败变为自己的成功。你要是想把这里变成盈利事业，就得仔细考虑如何赚钱。你当然想了。哇，这还不错哎，从头开始。来，我们到处逛逛。哒哒，到处逛逛，看有没有解锁新东西，没有我们就放弃那任务吧，不然怎么办？我喝个水哈。我和恐龙的渊源当初就是从这里展开的，努布拉岛。这座岛屿让我开始怀疑以前所知的一切，安安，所珍视的一切，并非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是不可能的。既然发生了，这个是空的，这个地图超空的。我认为人不能活在过去。但某方面来说，我们有无限的经费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可以让绝种的动物复活，那为什么不能让关闭的园区起死回生呢？好神经病的。我们回来吧，先继续搞完我们这个，你要解锁。好，我们去探索看看。果然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吉永啊！啊，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啊，那边要盖探勘中心。我的那个哪里？第四个岛要盖探勘中心，才能挖。好啦，那先放弃这任务吧。新改造。哎，阿龙王龙嘞，小龙王龙。嗨，哦，我们在这里。然后这边有个按一个，这边按你不是，这边按一个 R 就可以卖掉它了。确定。前往回收恐龙。嘟嘟嘟嘟嘟。欸，这竟然满了欸。他表示刚刚闹事的都是娱乐组的。哇，这群真的很像最近我在杀蚂蚁都长这样子欸。开玩笑。合同做得漂亮，我们的游客都很安心，这是非常好的结果。正在运送恐龙。哇，继续保持下去，你就前途无量了。
刚刚不是按过了吗？按。嗯。不该盖这边，应该盖这种人比较多在走的地方。包没人要买，如果是我会买恐龙连身衣啦，我搞不好会在园区里面穿着走。很可爱。餐厅，我们来卖牛，一大牛排，这都是新鲜恐龙肉做的，没人要吃这个嘞，哇！接什么任务？我知道要接任务啊！等一下好吗？我刚才完成一个任务呢。还是你是说要接任务，这个才会生意兴隆？这是个大好机会，而且能四千一耶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快了！请考虑一下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现在拼命在解这个的任务了啊。其他任务都满了、他们比较喜欢素食餐厅吗？可恶。多放几只恐龙，你是说要多放恐龙出来吗？有啦，我刚刚有说这边我要放那个啊，欸，还是我这边全部都放这个啊，全都要养这个。我看一下哦，加他们恐龙树木。哒哒。全都重庆龙吧，大恐龙。放南桥的三角龙，哎、欸，我好怕它死掉哦。这只死掉就应该换下一张地图了吧？啊，它年龄快到了，它寿命快到了。龙脊龙，叫二角可以死二只，好，我们再来养，再来养。哎，我先讲一下哦，我们聊天室不能打等于等于哦。我知道多挖点矿石啊，我还在这个岛上说哈。我其实刚刚是要养那个四陀龙，想说养满满的四陀龙，多研究基因，啊，基因研究满了、啊，还是你是说养不同基因的？没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有看过啊，你看哦，
这边有个评价，这个高游客才会多，而且好像要不同恐龙吧。龙王龙不要，难瞧。我这边放过草了。甲龙。哇。哇。哦，下次不敢这么远了。哦，这样来回走好累哦。意外生错了。任务。嘿，我把这份合同交给你，打铁趁热。强健消化改造龙王龙。强健消化改造。那我要开始存这个了。百块哦，哦，安安，放羊，强健消化。龙王龙，强你要空白吧，你那个要再加个空白，强会不会没有啊，恢复力你过去表现优异，所以我知道你最适合处理这份合同。他们在社交，他们在聊天。哇，按错，放羊。挖化石的绿色波狗那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、哦，哎、欸，我也很好奇。其他挖满的不是都会说已经耗损了吗？不是、啊、耗尽了。可是它这个显示是说，此地已探勘完成。我在想啊，应该是换下一个地图。他应该有新的东西可以让我探看呢、啊，我猜的啦，因为应该会照理说变这样子啊，然后隔壁也没有这样的状况，晃。我探错了，我刚不是要探那边的，好吧，刚好蒙到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40块存着，安都安。哎，好了，放羊。如果这只龙王龙没有朋友的话。
完了，看这舒适度，估计是没朋友了。要拿去喂他，果然。可能成功的事，而你却成功。龙王农药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好啦，养一只朋友陪他、哦。我们再去下一个孵化点，好远好远好远，哇！不是要盖一个啊？有。哇哇哇哇哇！还破干呢！哎、欸，反正这边都没事了、欸。哦，怎么可能？DNA， 哇，新的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这边放肉的是吗？哦，没事，不是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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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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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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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正在前往喂食处。是什么？要求收到。确认工作。明白了。哎、欸！我真要治疗他，死了。哇，我们的五星死光光了！哇，这个肉一定最好吃，肉最多。哇，只最后一只五星的了，好难过、哦。那这个可以拆了、欸，是没有用。他们等一下，他们还在里面哦。各位先生女士，方才处理异常事件时，如有造成您的不便，我们。哇哦，蚂蚁大军呢？好想捻，好想拿手指去戳。哪里？又哪里了？啊！要求收到，明白了。维修人员回应维修申请。刚谁乌鸦嘴？我看一下哦。边缘的人哦，对，果然是你。哎、欸，刚还没事哎、欸，机车。
哦，这个字比较乖啊，毛毛比较乖。前往接收恐龙。乖孩子嘞。准备回收恐龙。导游教授，没有啊，他们去拯救世界了啦，他们跑去拯救世界了，贵一点的过去好了。走。恐龙回收完成。嗯。